哦，哎，真言，好时啊，唱歌诶，还跟表情啊笑起，甜甜啊。然后拄着什么好康诶，还是什么好代志？哦，你总算看到，我搁咧想讲，你当时注意到我。哎，哦，你是啊，拄只爱食雷棒，食得醋，况且我咧生痒痒。哎，忙袂记呢，我即摆是病人，我是患者诶。嗯，我当然嘛知影。爸，我甲你讲，妈总算袂阻挡我甲小翠发展了。啊？干妹啊？嗯。哦，安尼嘛好啦，恁母爱偷搞定国公，唔知啷变巧，总算是想通啊。哎，你欢喜，爸就对你欢喜，哈。嗯。唉，即摆我的感情总算是顺利啊，我嘛来赶一个进度，免好过超前伤多。大家都互伊笑，即口气一定爱争。哎对，啊若争争着怎办呢？我来讲，你兄弟哦，要较认真去拼，一定吼要拼一个输赢出来。啊若我着这喜事哦，一层接一层，啊继续安尼好啊办着啦。啊，像哎，怎样？啊，电话哦，我一心想要面包一笼，啊，结果话不会就讲出来，讲要财产分配，啊，你听了心内有感觉不爽快？哎，哪有你老实甲爸讲的，恁爸我一定是公平处理。昨昏的代志，今麦才想到我。哎呦，是啦，这你嘛知影我。我甲你讲真笑。王总裁，你敢袂想过无了解你家己的后生啊？什么财产分配，我根本都无要紧。我安怎讲，遐财产拢是爸你家己打拼一世人拼来的。嗯，这哪有啥？你想要安怎分配，是你的自由。你给我生到好脚好手，头壳骨这尔啊精光，就算是给我上大礼物。靠这礼物，我就能创造我家己的未来。所以。你要安怎分配，我绝对拢无要紧。啊！哇，这天公伯啊，那对我真尔好着。我两个后生一个哦，比一个更加优秀。安尼，我一世人真正都无什么遗憾啊。哎，那呢？来，先坐好。不过你也甲我讲，我甲哥都一个上较优秀，财产我也卖计较，这我都要计较。哎、欸，哦，你这实在是哦。公英啊，当然是捡回来迄个较优秀啊。哎，可怜咱母仔囝吼，公公陪在恁爸爸的身躯边，结果到尾啊，也是捡回来迄个较宝贝啦。妈，你莫掠我胃骨好无？我是咧创治爸，要互伊欢喜，互伊笑的。你讲去倒位去啊？我敢有讲唔对啊？啊，方宝珍，恁母仔囝也一出现，恁爸爸会敢来，敢会看得到咱？人家叫伊几声爸爸，伊就要把财产分给伊。若是搁加叫几句啊，啊，是毋是全部的江山拢双手捧给人？反正这个公妈听这个新主牌哦，搁会敲一个位置给伊嘞。哎、欸，啊，你真正讲话愈讲愈歹听呢啊！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解释过了，啊，无你即马是安怎？你双边耳也是通的哦啦，这边听入去，这边就随走出去哦，足烦的呢。因为我根本就听袂入去啊。你的江山，拢是我伫个背后给你支持，你才会当放心去拼回来。你敢有问过我的意思？你迄几碗拢捧给别人，你有顾虑到我？你有顾虑到你身躯边这尔啊过意好心无？真正是天下第一戆啊！